H7N9 疫情延烧，古人到大陆旅游的兴致缺缺，反而是离岛观光人潮涌现，往金门跟澎湖的班机现在是一票难求。请问你要到哪里？金门、澎湖或是马公？不用担心错过班机，因为荧幕上的内容很一致，全都是已经客满。几分前20分的有广播再过来。听到要等20分钟，旅客脸上写满无奈。H7N9 警报没解除，往大陆跑的民众少了。台湾民众改到离岛旅游，没想到要出发很困难。咩即得呢？系啦，我识咗。咁报回。以为能快乐出游，结果候补排队40几号。现在正好是澎湖花火节举办期间，如果不想坏了旅游兴致，建议您出门前打通电话给航空公司吧。联合报谢荣田高雄报道。